鲁丁记韦小宝想必大家都熟悉吧，近日他竟穿越来到了长沙火车站。10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长沙火车站车站工作人员陈先生像往常一样在对进站的旅客进行检票。当一名背着行李的年轻男子进站检票时，他掏出来一张身份证和火车票递给了陈先生。陈先生一看，顿时整个人都凌乱了。男子所持身份证上的照片竟然是电视剧陈小春版《鲁丁记》韦小宝的剧照，出生日期为1654年12月20日，而住址则为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紫禁城净室房，身份证号码是 112-044-1654-12-20-243X。详细信息一应俱全。更令人叫绝的是，该身份证的样式与二代身份证几乎一样。陈先生仔细检查后，按照规定对此韦小宝身份证进行了没收。虽然该男子承认了错误，并说这是一张在网上购买的假身份证，还拿出了身上的本人身份证，坦言这是开玩笑，但公安机关表示，该年轻男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居民身份证法第17条，禁止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规定，将会由公安机关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处10日以下拘留。身份证事关法律，不能乱开玩笑，出门在外身份证件更是不能乱用。娱乐99张礼报道。